拜。布丁 ，Hello， 伊登 ，Hello， 洛黎 ，Hello， 蕾蕾 ，Hello， 蕾蕾，谢谢小布丁送的闪光星星 ，Hello， 维维 ，Hello， 伟哲 ，Hello， 小树 ，Hello， 思豪，我不是睡过头啦，是因为我想要剪刘海。剪刘海是一种艺术，剪坏了就要靠技术。我修超久的，哇，真的是疯了。而且它特别短哦，很短。原本想说要剪到这里吧，然后它就一直，可能最近就是比较容易，就是比较热，容易流汗，它就一直就是长短不一，我要疯了。然后我就一直修，一直修，然后越修。时间还有久，要怎么办？我没有剪好，我等下那个直播时间是一个多小时，快两个小时，我一定会心情超不好，所以一定要先把刘海弄好。就是现在就是比较短了，就是有点那种年轻妹妹的感觉，不知道什么。年轻妹妹刘海都挺短，还好没有到眉上，不然我会发疯，疯了。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很呆，我要疯了。然后特别粗哦，我眉毛其实本来就蛮粗的。我升学真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我的眉毛很黑，就是我觉得我的眉毛存在感太重，然后有音乐很大声，等一下，好了，然后我就去那个妆发间跟老师说，老师不好意思，可以帮我把眉毛。就是擦掉一点嘛，或画淡一点。他说你的眉毛前面眉头的部分我没有帮你画，我这样子。那老师可以帮我把它刷淡一点吗？还是我们拔几根？很好笑哦，很像 iPhone 刘海。对啊，我就今天长得很奇怪啊。Oh my god！ 哎，我折衣服的线，这一条线真是。我刚要靠了技术把它补救回来了哦，免差点变成艺术品了。维纳斯今天没有工作，但毕卡索今天有上班。谢谢兔送的星辰，谢谢鹿送的相遇 ，Hello 汉汉，谢谢送的黑曜石，谢谢超哥送的闪光星星，嗨嗨午安。谢谢阿北送的幸运四叶草，谢谢雪代巴送的幸运四叶草。Hello 金鱼 ，Hello Cody，Hello 坤坤 ，Hello。要怎么刷淡？就是那个染眉膏，你知道吗？染眉膏就是有很多很多颜色，有灰色，有咖啡色，很浅颜色。因为不是很多人会染蛮浅的头发吗？假如你是一个金发，然后你的眉毛是一个黑色这样子。就是这样，画面就是感觉很怪，所以就出了一个这样的那个化妆品，就是可以把眉毛的颜色刷成比较浅的颜色，就跟你的发色比较相近了。对，所以我之前也有刷，很久以前，但是因为我现在是黑发，然后我想说就算了，就不想要特别刷。但我觉得我好像依然蛮需要拥有它的。谢谢。海豚送的爱恋巧克力，早安午安。谢谢公大送的白马王子，谢谢补党送的星星的情书 ，Hello。今天午休没去有人过没有？有啦，只是因为我真的是要努力救我的刘海。好崩溃哦！我一直在那个就是镜子前面，然后把这两边夹住，然后一直这样子。
然后一直这样，我沉思超久，然后一直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。我还在看那个，就是查网络上教学怎么剪刘海的。Hello， 谢谢我带上的行李箱。对，我刘海就是有弄得比较少了，因为我觉得前阵子不知道什么，它突然变得很厚重，就看起来很热，是这样讲很热吗？就是看起来很没有那么有精神，想说薄一点好了，就让它若有似无的存在。昨天第一次捅鼻孔了，怎么样？痛吗？那黑发分明的时候，就是会有那种类似灰亚麻灰的那种咖啡色，就是可以刷那个颜色啦。对对对。高音真的好高，可是好好听啊！假如我那天没有工作的话，我一定会去看。我告诉你，好想去啊！站票未站，好像只剩站票。谢谢刚刚送的闪光星星，谢谢分享直播，谢谢阿宅。不，等等，我的腿太粗，要讲腿太长，等下被人家说自恋。Hello， 谢谢莎莎送的枫叶。Hello， 志凯。午安呐、啊、，Hello。画画，画，画画，在想哪个词，哪个音啊？Hello 巨凯 ，Hello 小欧 ，Hello 青苹果，嗨张白啦！可听他们的歌真的是很舒服的，就是很解压力，你不觉得吗？那种释放的感觉，尤其是用耳机听，哦，用耳机听真的是超舒服的。又香又长，香肠腿，傻眼，傻眼。今天比较气质吗？你说因为我的刘海吗？天哪，我觉得今天很像那种年轻妹妹，那种妹子的。我今天的刘海是因为我平常的刘海是可以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往这边弯。我现在呢是不能弯，一弯就没上了。Hello， Darken。谢谢雪带发上的金牛宝宝。因为我今天其实就是眼妆什么都没什么变化，我就画了一个浅浅的眼线，因为我旧刘海的时间就是已经不够了，我说算了，就大概了。想说今天比较早起，然后想说我就多画一点好了，结果完了失手，笨蛋呢、啊。Hello， 游戏西龙。其实下来一点比较好，太高了。而且我不知道什么，我觉得这次烫的头发没有像之前一样这么贴。哦、那是我的问题还是这是什么的问题，就觉得还是很毛躁跟厚重，不知道。但好像其实已经很贴了啦。头发不错看，刘海吗？淡妆才有清纯感。谢谢洛璃上的哦，我和你的爱宠可爱呢。Hello 博晨，Hello， 欧比汪，谢博成送的看流星，谢谢。很热，不要靠近那里。什么意思？那里什么意思？我错过了什么？谢谢马吉斯送的梦幻泡泡，谢谢欧比汪送的枫叶，谢谢分享直播。头发表示很热啊、哦，真的很热。而且其实我那时候烫完的那几天天气很热之外嘛。那时候城南的那几天不是活动那几天，就是有在下雨，也比较潮湿。我想说，该不会就是因为这样子吧？然后我的刘海就是我的头发就是没办法控制住，
就是没办法好好的直直的顺顺的下去，所以我那天才戴帽子，因为我想要努力把它往下，就是不要影响到它，也不要淋到雨，所以我才那天才戴帽子。但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用，没有救成功的感觉。头发发型就很像平常的琪琪，那你是不是有去乐天球开球？哦，有啊，但是我没有投球，但是我们有表演，然后也有跳，我有跳应援舞这样子。对，午安，鼻子有痘痘哪里？你说这里吗？还是这里？还是这里？这里其实不是痘痘，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总是会有一根就是血管吗？还是筋什么的，它特别凸。如果是这里的话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而且我这边有一个筋很凸，哎，就是一个不知道，就是这种，这边你有看到这边吗？这边有根筋很凸，就是就好像生气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哎，特别凸。放轻点线嘛，哦，有啦，一点点啦，有画啦。你们仔细看，我还是有化妆的，不然在这边没办法，很纤维，啊。有时候平常也没画。Hello， 谢谢爱宠的相遇。就是不知道什么是血管还是什么，就特别凸哦。生病吗？其实不是痘痘，它就是一个很凸的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那一块压力来，就这一块跟这一块压力那种大一样的。就这么想请问一下，它压力大在哪里？这里怎么了吗？空气不好吗？啥意？午安，谢谢伟松的浪的心，一个抱青筋的女人，感觉一直在生气。这个光到底是怎样才不会比较？一下黄，一下蓝。怎样才能比较？这样比较懒。好，那我就以这样的角度持续直播，给他一点氧气哈。我要怎么给他氧气？谢谢志玲哥送的闪光星星，谢谢周连送的果汁。Hello， 志伟哥 ，Hello。昨天跟我姐讨论那个叫什么，嘴型，对，因为她说她自己每天看起来就像在生气，就是她的嘴巴是，就是她嘴巴是往下的，就是你们知道嘴巴的这个唇形唇线，我不知道哎，就是这个边边，有些人是微笑唇，有些是这样。通过指前辈，然后他就是往上，就是那个半夜有美前辈，他是往上，是那种很可爱的那种嘴型，就很可爱，我偷偷照镜子。然后我的话就是只有一点点，但也不会说完全往下。然后我自己平常会就是，如果来这之前没有戴口罩的时候，我会告诉自己，一直嘴巴要有意识的控制这两块肌肉往上，我就一直这样，就有意识的控制它。没有控制长这样，有控制就长这样。让它努力的往上。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我不就是面无表情或是很放松的时候，就是感觉会给人家好像很不开心，然后也不知道他气什么，这样子，就是怕可以有这样印象，然后我就有告诉自己，一直有意识告诉自己我嘴角要上扬，嘴角要上扬，或者是要一直保持微笑，这样子，我就这样，一直这样。
然后我跟我姐讨论这个，然后我姐她就一直在想说，哦，就是她的嘴巴就是看起来很凶。我说可是她都戴口罩啊，就看不出来你心情到底怎样吧，不开心什么的。我说我嘴角下垂什么什么的。我就说还是你真的不开心？她说对啊，我是真的不开心啊。我说真的不爽啊，但我不希望她往下。我就说那你就在不开心啊，你还要求她这么多干嘛？因为我姐她不是说我姐到一个大公司嘛，然后她那个公司比较特别，就是她应征的，她那时候面试应征的是主管的职位了，然后反正她就是要每一个部门都待过，然后现在就是属于比较前台的，然后我姐的耐心就是没有那么好，对，她是没有那么好的那种的人呐、啊，对，然后她就觉得好烦哦、喔，她就觉得这个人好讨厌。为什么要让我这么麻烦？他就这样，我就说，所以嘴角会往下也不是没有原因啊，很好笑。我说还好现在有戴口罩，不然你会更辛苦。就是一整个毫无保留哎。不是他们那个比较特别啊，每一个位置都要待过，嗯，所以他们是慢慢轮。然后他这段时间结束之后，他就会回那个总公司吧。他是每个那个位置都待过，然后都要几年还是几个月，我忘记了。我反正我不是他公司的员工，我不在乎。反正他之后就要回他的总公司这样子。我觉得还蛮复杂的。对啊，要熟悉，肯定要熟悉底层的工作的模式，你才能当主管好好带人家吧。可能是这样子的概念，我觉得这蛮酷的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就是有些人可能没办法做到，就是感同身受，或者是maybe 换位思考那种感觉，就是我不懂他的工作，我这么难，但是我还会跟他说，哎、欸，你这东西应该很简单嘛，你就好好处理哦，这样，然后就走了。就是很多会有这样的主管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蛮酷的。但是来应征的人就会觉得，哈、哦，我明明就是一个就是应征比较高职位的人，为什么我要做这些？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。但是我觉得，这是。以外人来看过吧，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一件事情，很棒的一件事情。他那之后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吧，那他类似主管的工作，对对对，因为他们的那个专有名词我听不懂，对，就算听了我也是这样，哦是哦是哦哦哦哦，嗯，那所以那个怎么了吗？就不问职位是什么，就是所以那个人怎么了吗？我不知道。谢谢闪烁的闪光星星，谢谢钟声的梦幻泡泡。谢刚刚送的钟情玫瑰，谢玉安送的金牛宝宝，谢玉安送的柠檬小叮当。Hello， 弘毅。那时候其实。而且我姐昨天在跟我就是聊这件事，她跟我说，还是你觉得就是我去做医美，把它往上打。我就说，有必要吗？我说有必要吗？你打这干嘛嘞？需要吗？她说，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一直看起来不开心。我说，因为你心情可能就没有很好，那个心情脸呢，就是要有内心出发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人就算他。表面就是装得很好，但是他的心情不好，还是可以从细微的地方看得出来，例如你的嘴角，或者是你的眉头。反正我觉得我姐就是她，我姐很爱漂亮，从很久以前吧，从国中开始吧，她就是一个蛮爱漂亮的女生，这样子。对，啊，可能从小时候开始就开始培养说我要当个小公主这样子的概念。然后也蛮就是蛮爱漂亮，然后皮肤干嘛就一直保养啊什么的话，就蛮多的这样。然后我以前就是野放的孩子，野放的孩子，那个没有用啦，往上贴不行啦。拉着我跳舞，鞋印在穿，
现在变成我比较爱漂亮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爱漂亮的地方不一样，他是很在意脸的一些东西，然后他可能说哦，那我要不要去做医美？我可能要怎样的那一种，因为他又不太化妆，所以他就是因为他懒得化妆，他也不太喜欢做这些事情，所以他的那个爱漂亮的东西好像跟我不太一样。然后我的话是全部都全部都喜欢吗？好像也不是哦，但是我比较喜欢研究在就是这个部分，美妆的部分。感觉皮肤很好，皮肤还不错啊，因为它就是敷面膜都是就是感觉就是都一箱一箱用这样。我嘴唇一直没颜色，想看姐姐照片不行。哦，这首歌叫《鱼浪之间》，谢谢雪带巴送的告白气球。就是因为他每次遇到一些活动，就是网购的活动什么，然后就会买很多很多面膜，然后回来囤，然后就会看到他很常买，就觉得你用这么快是吗？他说对啊，我说哦好，然后保养品都用的蛮好的这样子，他比较注重保养，他的钱都花在保养上面，然后我呢就是要平均分担，就是哦保养兼顾美妆这样，只要分开。但我觉得我的脸也没办法擦，就是太营养的东西吧，就很会容易长痘痘。对对对，对，勇于投资，趁姐姐的，我都买自己的。我每个人的皮肤状况不一样啊，对。他喜欢的跟他常用的，说不定我不适合。不过那我用的他可能也不适合，就是对，自己找蜜糖。不能给姐姐的 IG。Hello， 面膜当湿纸巾用的感觉，用抽的那种。哎，日本的不是有那什么，朝日，忘记那个面膜，早上用的面膜，我之前还蛮喜欢用的，在大学或还是刚进来的时候那段时间吧。蛮常用，然后现在的话就没什么在用，就觉得好像还好，就是怎么讲，就是我很想要省略那部分，因为敷面膜不是也要一段时间嘛，早上起床就有时候也挺忙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说好，赶快弄出门，谁还给你在那边敷面膜呢？快跑！怎么办？我姐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你不可以这样，你们很过分哦。欸，嗯，汤。以死会。现在没办法坐车的时候敷面膜吧，口罩会湿掉。哎，我是不建议姐夫来举证，傻眼。没有，我之前我不是说我姐之前有一个什么业绩嘛，然后就是办一些就是可能就是要请人家办关于他们的 app 的东西这样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好想把那 QR code 直接贴在我的直播间，所以你们拜托帮他扫，他每天回家都。脸很臭，这样都是我在承受，我干瓜承受，这样。然后我想说，我好想这样做，但想想算了，不行，我一定会被约谈。不犯法，不行，我们是崇尚内心善良的人，不可以这样子。
秋雨晴节，也叫秋雨晴。我告诉你，那阵子就是低气压挺重的。谢谢志明送的红玫瑰。其实留很好看，真假的？哦，我剪坏的刘海，就是我努力靠着技术把它修的稍微正常一点，对，不然应该是剪的挺惨的那个时候，对，是很好看。谢谢勇哥送的告白气球。但我现在就觉得，因为它有点不知道，因为我刘海变薄了嘛，然后它分布的不是那种平均，还要在一段时间让他的发，你说发线发流习惯一下。谢谢小爱送的相遇，谢谢志明送的看好你哟。不是因为那时候烫头发的时候，我有请他修一点点，但是我最近就觉得刘海好像有点太厚了，就早上看一看，觉得那我来修一下好了，这样。太难喽！没有，其实没有到剪很坏，就是它有点短，对我来说。就是感觉就是跳舞什么的，他就会这样子，哒哒哒哒往上，除非就是用非常多的那个胶把它喷紧。颜值世界吗？还是靠这个啦？对，我觉得刘海是妹妹头，然后比较短的话，本来就会有一种年纪比较小的感觉吧，就是你就是怎么讲啊？像我们出去，然后你看我们，就是你单看公司照好了，你是不认识我们的人，你就会觉得啊，留中分的人感觉年纪会比较大一点，然后留妹妹头的人感觉年纪会比较小一点，就是那个视觉的一些的乱的错觉，我觉得。你单看就是照片来看的话，你会有这样子的，就是说这样子的想法啦，对，蛮正常的。所以为什么很多就是比较可爱一点的女生就会想要剪刘海，或者是有些女明星她突然剪了刘海，觉得哇天啊，年纪突然变超小的这样子，因为整个视觉还有什么的这个修饰的作用，你的脸会变得比较圆，你知道吗？会变得比较圆。比较圆的脸就会感觉比较像 baby 的话就比较年轻的那种可爱可爱的感觉，所以正常来说就是这样。對對對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们。其实觉得自己应该蛮适合那种中分，这样的那种中分，但是我可能比较没什么耐心，我觉得我留不到那个时候，而且夏天又到了，受不了。谢谢物语中的红玫瑰，对啊，过渡期很麻烦。Thank you.
哦，不适合造型，没有不适合的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还是有啦。我觉得发型真的是蛮重要的，有时候有些东西并不是说真的能靠所有的颜值拯救一切，我觉得。对，我很不适合光头，对对，我怕我头皮晒伤。想说卷发造型吗？哦，我三单的时候是卷发，四单也是卷发，然后发现卷发不是很适合我，对，所以我想说就以后都直发比较好，或者是就是个内务啊，就是一点点啦，一点点，就一点点这样子。谢谢一般送的看流星，谢谢。颜值很坦，颜值坦克吗？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长得好看一点的努力，没有到没有到特别特别。谢谢张八送的带我去流浪，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博腾送的学渣吗？哎。好好的，其实我是啦，也不害羞，就是承认这件事情，勇于承认。喜欢双马尾吗？我喜欢看别人绑，但是我自身不喜欢，对对对，我自身不觉得它不太适合，就是贴在我的身上，就是对不适合。谢不能送的守护灵。谢谢，我是送的闪光星星。大学没被当算什么学渣？可是我都是，我觉得应该是我有选到我喜欢读的东西。就是我的想法就是，我不喜欢的，那就让它低空飞过吧，低空飞过吧。这样，我不求最好，我求60。六十就好，没有的话我就去求老师。那时候我大学的想法是这样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其实读私立大学嘛，然后我自己觉得学费很贵，然后我的想，因为被当就是你还要花很多钱去补，我就不想要把我打工的钱花在这里，然后我也不想要就是花我爸妈的钱，所以我就告诉自己，好，你已经就是读私立学校了，那你呢就是不能被当，我是这样想的。对，反正我的想法是有过就好。然后就是有，因为我是读专科嘛，所以就是是自己比较熟悉也喜欢的领域，所以就读的就比较就是有兴趣，也比较上手这样。有撒娇吗？没有啦。我算是很认真上课，好不好？就你在想，假如哦，应该说我英文没有很好，然后我们有数学课吗？好像没有数学课，他学校没有数学课，不太记得了。反正我英文没有很好，然后我的地理、历史这种类型的也没有很好，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没有，我们比较多的时间都放在专科上，所以这几个都没有到很那么比分，就是在就是学的时间没有在那么重了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好，这些我比较不懂，那我就每一堂课都到，我绝对不缺席这样子。因为有时候有些老师是看你的出席然后评分，就是人比较好的老师这样。我想说好，我就做到我最大的努力，就是有来绝不翘课这样子。谢谢黑杰哥送的掌声鼓励，我让他知道我已经努力了，但是我真的不会。对，赚一点印象分数。没有，有些老师还是看那个考试的分数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，那就没办法了。然后还坐很前面，讲老师看我，我每次都有来哦，你不要当我哦，那种人。午安。
不管护肤都好像真的有用，就刷脸啊。一直在努力刷脸，在那些科目的时候。但是因为我的朋友，我的好朋友们，大学好朋友们，他总是就是很早到教室嘛，然后他很喜欢坐在前排，就是第一二排这样子，对，一二排，然后我就觉得太前面了吧，所以我也算是被强迫坐前面一点的人，对。嗯，有翘课过吗？翘课应该算是，我觉得一定会有缺席的课，像是像雨太大的时候，真的没办法出门，我可能就会考虑哦，下节课再去。嗯，但还好啦，考试分数都蛮高的，我专科。而且我大四的时候也有早八的课，真的好早。天气太冷还好，对，对我来说最容易让我不想出门或者是没办法出门的时候是雨太大。因为雨太大很麻烦呢，就是你走到学校的时候，你的全身都湿了。所以就是我比较容易不想去学校的原因嘛，其他都不太会不去学校。好，刚刚拜拜，公主加油。拜，很需要下雨，还不能撑伞，风雨太大，伞都会坏掉。你文化大学吗？我们学校其实也算是会这样，但是可能比你那边好一点啊，没错，真假的？因为我听说这个故事，在上面就是风很大，就是雨，就是其实都不太能撑伞。我上次有看那个人家街访还是什么访问影片，他们学生也有这样讲，我觉得好辛苦哦。日抛式，那种伞都是，就是你买，如果假如你买便利商店的，在我大学的时候可能。真的那一周都在下雨的话，你可能就要换个两只这样，因为真的是有时候风一阵来的话，它就会啪啪，那就坏掉了，你的伞就会长这样，直接往上开这样，然后就唉，然后就叹了一口气，然后把它压下来，这样压下来继续撑，努力撑到回家为止。忙到病鬼，可以多声加油吗？可以啊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大家一起加油！一起加油！加油！新型集水器。为了合照会辛苦，你说大家吗？而且我合照会好早哦，为什么？好早，我起不来。天哪！对啊，我看到那个时间的时候，我这样子，早起啊，各位，早安。水肿比较严是这样吗？我不想啊。得什么？是不是得罪姐姐不给你午餐便当？午餐应该还撑得到吧，晚餐可能才撑不到，我不知道。嗯，哦，今天上课加油，下礼拜见。什么叫老人比较早起？年轻人比较早起。
他们得上课，他们应该习惯这件事情。就穿睡衣吗？好像可以。他特别去买一件睡衣这样。去家里没有风，眨眼，素颜合照会不行吧？我会被姐姐杀掉。有没有想过十点睡六点醒的作息没有？谁可以搬到十点睡觉？我有时候回到家都已经十一点了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我们这个工作真的是不太可能会。十点可以睡觉，真的太难了。大学三年级还怎么看到早上太阳？你的课该不会都很晚吧？好好哦，我那时候大学的课超级满，因为我大三的时候有一学期要去实习，所以学分都要就其他的可能年级要分掉，所以大四都还有早八，真的是快哭出来了。其实我们能选的东西不，我应该说选的东西不多，所以你都得选。那听起来还是可能一点睡九点醒。哦，可是我的作息就是我八九点我就一定会醒来一次，对，就是我的那个生理时钟告诉我说，哎，你该起床了这个时间。就是我不管是几点睡，我这个时间点通常都会突然醒来，就八点半，好的，要睡吗？那下如果睡着，下一次醒来大概九点而已，九点多，那起来吧。起来吧，我已经努力睡过了，那起来吧。我现在很难睡到十二点嘞，真的是很烦，因为太习惯了这样子的，就是时间。所以就是很容易这个时间起来，就没办法改了，有点太没办法改了。Hello， 萌骑士，萌骑士，萌萌。所以我每次看到我姐她可以睡超晚的，我想说怎么办到的？怎么办到的？好好。睡饱的乐趣，不过我是有饱啊。今天没有等气球哦，没有啊，因为我的人现在在那个巴厘岛，我在购物，挂在那里。可以睡一天，好好厉害啊！我真的不行哎。好咯，你等拜拜，上课加油。睡眠障碍，我觉得因为光害，因为人家就是有说你的，就是如果光害太严重，就是长期接受一些光的话，你会睡眠会被影响到，你的那个自律神经就会失调，什么巴拉巴拉很多，我就觉得好可怕哦。可是我睡前还是会消化一下手机。但我不会因为滑手机而睡不着，而是我会滑一滑，然后就消失了，就瞬间关机这样。那下次怎么睡着的这样，把手机关掉，然后继续睡，我会这样。谢谢南秀一送的金色音符。宣传片很酷，对啊，我也觉得很酷，那个动画。
最近有什么特别计划吗？担心我不出门，没有出门，我们的练习啊，什么什么都是照旧的，工作都是依然继续，好不好？我不会因为这样不出门，没错，我只是就撇开，可能工作的话，我就喜欢待在家里，因为外面你知道，就是疫情也比较稍微严重了一点，所以我还是希望哦减少几率，几率。空姐都太大，对啊，我觉得女生真的是，对于身体什么的影响比较大吧。但男生就是，可能你现在当下或者是不会有什么感觉，但你等你以后之后发现啊，可能是我年轻的时候睡眠太不正常了这样。但所以身体是很重要，不管男生女生都要照顾。不会做梦，我真的是很少在做梦，就是就算梦了也可能也不太记得，就是睡起来也不会说哦好累，我都在做梦的那种感觉，没有 feel。但我蛮希望我可以做梦的。为什么没有电？我一直都在充电呢、啊，我不懂哎、欸。嗯？要跟我说你坏掉，我求你，我不懂。我早上一直充着，应该没事吧？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应该可以吧？你确定你还要播？你确定？好吧。电池坏了，我觉得是插头那个接触的问题。它好像要就是往右压，它才会比较好，就是没事啦，它还行。哦，发现了，真假的？哦，我觉得不是电线，是它本身的问题。应该是他本身的问题吧，对对对，我还是用平板放。有，他现在在充了，就是要一个角度。我觉得是他里面那个坏掉，想说如果真的坏的话，我就要修吧。买一条线简单，买一个音响蛮难的。开始 take 各大那个音响厂商，上次还说要 take 那个冷气，现在就是要音响的，好担心哦！我不可以这样，我不能这样。那是很贵音响吗？应该是蛮贵，但是爸爸那个那时候办东西送的，然后它的牌子好像蛮好的，就是真的蛮贵，我也不太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我现在也不太能动它。对，我看看，什么 H A R 什么 A R 什么东西 H A R M A N， 这什么东西我不知道，先看一下 H A R M。是什么、啊？什么 ？Harman， 不知道什么的牌子，美国的 Harman Kardon， 它应该是这样念。水母？为什么还叫水母 ？Why？ 为什么还叫水母？哦，水母喇叭，哦，是那个是水母喇叭，名字叫水母的喇叭。我想说，为什么这牌子叫水母？这跟我学的英文不太一样，水母的英文不是这个吧？那是房子里的电源没请好，换一个房子拆开，可以吗？
家庭需求，我说哇塞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哎，他真的是不是坏了？因为他好怪，他刚刚就是没电嘛，他只有一格电，因为他有一二三四五，他五个灯，然后刚刚就一个灯在那边闪烁，现在我转头发现他四个灯满，第五个灯在闪烁，哇！我还是我丢失了什么记忆？刚刚其实已经过了五个小时了。可怕了啦，就 JBL 什么音响上级什么东西 ？JBL 是什么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这东西。什么叫 JBL？ 那是什么？你们不要这样子，我真的对这种东西不懂。只是灯坏了，哎、欸，我的快充真的很快吧？哎、欸，不是吧？品牌啊、哦，这个我也有看过这个呢，在一些就是什么三创那个绕一绕的时候，有看过类似长这样子的音响，对，或者是百货公司的电器那一层看过，这个应该挺贵的吧？这个修要多少钱啊？它蓝牙音响都很彩色，可爱可爱的。我觉得颜色丰富真的是看的心情蛮好的。夏天要泡温泉还是冷泉的？我喜欢温泉，我不太喜欢冷泉。什么音霸？你是牌子是吗？比较酷更好吗？傻眼。对啊，我跟我说 Harman Kardon， 哈哈，多少钱呢？我看看，一看吐血的，重伤，求赞助，还好啦，还没有到完全重伤的等级，好像会重伤哎、好像重伤了，刚刚那个是骗我的。我们家曾经有长得像水母的音响，很久很久以前，然后每次放的时候都在震，震一震我早上听音乐震一震，我爸就走出来了，我就被骂了，太白目，早上听音乐，然后因为那个重低音关不掉，我怎么办？我不会用啊。直接被骂、欸，被骂爆。然后我就默默的插耳机这样。我这个感觉真的挺贵的呀。这个长得好像我的音响，这个人买的。哇，它要4000块！哇，这个是我看到最便宜的。但我觉得音响其实很多没有到，就是没有这么高贵，但听起来其实也是蛮赞的。可能我的耳朵就是没有这么的灵敏。牛耳朵，牛耳朵。值得换电池吗？不值得吗？4000块不值得换电池吗？啊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我以为4000块蛮值得换电池的，我错了吗？青青错了吗？木耳，木耳。哦，十二哦，肚子好痛，十二哦，要吐血了。我觉得电器这种东西，如果真的是对这些很要求的人，一定要花很多钱。我觉得男生的钱都花在这里，辛苦辛苦。
渐层很贵，真的假的？我不知道，我那个啊，我之前还没换这颗的时候，是用一个粉红色小小的蓝牙喇叭，那个才990块，是我，而且可以用超久的哦。我要跟你们分享，是从我升大学买那个笔电的时候。我那时候想说我要买个音响，这样我那个时候买的，我就这样整整用了4年，要5年，然后我才换，然后我就觉得不会啊，那个挺赚的，990，而且990很好用啊。但这个真的是音质听起来很赞啊，然后低音什么的，然后还会有那种有点微震的感觉，哎，那个听起来特别特别特别带感这样子，然后不知道它这么贵，哇哦！谢谢欧西里斯送的浪的心。哇！我在一直刷新我的世界观，这个原来可以这么贵。因为我爸不用音响嘛，所以就是给我，所以你都不要用这样。然后我姐我他原本问我姐，然后我姐说她不需要，然后我就说还要给我这样，好就拿了，谁知道？因为我爸那种信用卡或者是一些东西办什么都会有。可以选的那个什么点数之类的，我爸都会累点，然后就可以换，或者是他生日的时候总是会有就是两个蛋糕可以吃这样。买音响是无底洞，还会有人特别签专用电到家里，专用电，专用音响还有专用的电，哇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就是永远都想不到可以怎么玩的领域耶。我觉得玩音乐真的是蛮烧钱的，通常会换行李箱之类的吗？谢谢他送的闪光星星。行李箱现在我们家挺不需要的，是应该说大家现在目前都还不需要吧，但是我们家比较多那种小的行李箱，就是可能 maybe 去就是以前出国什么的，你就免税店买一买，他就会送你行李箱，别买太多，都是我爸的，都是我爸，不是我，先解释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听不出来，但真的蛮就是贵贵的。你要想我们这些这种不懂他的音质好的人，我们就说他听起来价格就是挺贵，真的好。然后一直夸他，哦，太赞了，这样。我都这样。就感觉，因为像是怎么讲，假如你兴高采烈的跟你的朋友分享说，哎，我这东西买的很贵，然后你就听，哦，真的跟之前有差，什么什么，然后你的朋友突然吐槽，你说，我觉得没差，我觉得你好浪费钱了。你就不会想跟他继续聊下去，但你就是夸他，哎，我真的觉得这个蛮不错，外形挺好看的啊，就撇开音质的部分，那个外形挺好看的，就不要跟他讲那个音质，求生存，我都这样。谢谢那个1828送的红玫瑰，但我觉得我蛮喜欢有。那个重低音的感觉的耳机或者是音响，当朋友就是要省啊！哎，不是哦，不是哦，你还是得夸夸他的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人说哎，真的耶，还不错，而且我觉得外形蛮好看的，就是认同他，然后再找另外一个比较能聊的去夸他，就是说话的艺术。我最近。因为看影片嘛，然后他YouTube 就有推一些关于说话或者肢体语言的东西，然后我觉得很酷。然后我最近在看那个关于谈判技巧这个东西，
因为你不管就是做什么生意，或者是讲跟人家聊天什么的，好像都还好像都可以，就是学习。买好印象拿来听，一些专辑，买专辑听起来，告诉我那个音质怎么样？我们要跟谁谈判？但是我想先学啊，说不定哪天会用得到啊 ，maybe 我之后去买东西啊，干嘛的？先从撒娇开始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这好难啊，这太难了啦，这个。我还做了一点点笔记，就是放在那个就是我的那个记事本里面，我跟你分享。你看，谈判技巧，很认真在做笔记，太无聊了这样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酷的一件事情哎、欸，你不觉得这很酷吗？不是如何聊天吸引人？今天晚上的一封信，我在想，既然要学嘛，那就认真一点，这样说不定哪天真的用得到。正常啊，因为我其实，在很久以前，应该说我们的课程幼保本来就会学关于沟通，然后跟一些类似心理学的东西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哦，这个是很酷的，然后也有大概知道怎么样才能。聊天或者是聊得让人家觉得很舒服，然后或者是就是会想要跟你当朋友，以及对你提起兴趣，产生依赖吧吧之类的，对，所以之前就有学过这种类似的东西啊。今天是想撒家看看。谢谢幻真送的萌宝守护，我没有想要就是用撒娇这件事情，对，我这个人呢是不示弱的，不是哦，我觉得是要看状况啊，但是时候的示弱跟装可怜蛮好用的，我真的觉得蛮好用的。哦，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，装可爱，哦，我听不懂，就没有人想要把你算进这件事里面这样，啊，他听不懂，不要理他，他不用做这件事情，他一定听不懂这样，只有小时候都这样，我小时候这样撇开很多事情这样，啊，笨笨的，啊，什么东西？天环战士送的水果鸡尾酒，但长大之后就发现很多东西要自己承受，或者是已经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不管不行了，然后就不小心渐渐的建立起了一个聪明的形象，可恶，可恶。怎么是傲娇？没有吧。你现在填几张合照？当然填满最好啦。你可能先填个7张左右，怎么样？对啊，我真的觉得不能太聪明。太聪明的人，就是你要承受的东西很多。然后再的话，可能他也会觉得，我大概点了3个点，你应该都懂了吧？然后心里想说，我不懂。然后就说，不要跟我装傻。想说，不对，我真的不懂啊。那种感觉你知道吗？我就是觉得不是，我真的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懂。那他觉得你在给我装，超好笑。不然你就不用着急，考虑一下。但这样子的话，会不会别人就觉得我已经过气了？虽然我年纪大，但我应该还没过气吧？人生。不是才刚开始吗？哦，对啊，我之前真的听不懂的时候，我就说什么东西？他说你不要听不要就装，然后也说哈，人生好难哦。没有啦，
大家可以先填一个什么七张啊、十四张啊，就是以七为倍数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对，以七为倍数，但我没有说真的是要求大家说哦，真的每个人都给我填十二张、十四张，然后二十、三十这样。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，没有，就是你们尽力就好了。或者是你们有空，或者是你们想拍几张，就来拍几张，真的真的，认真认真。我本来就不是这么要求别人的人。对啊。但是我昨天看那个影片，我觉得很酷的是，他说，他有一些就是顺序嘛，就是或者是一些，就是跟人家谈商业东西的东西，就是一些技巧。他有个叫暂停思考，我觉得很酷哎。而且这东西呢，大家一定也都，就是他不用什么，他不会很麻烦，他超好，超简单的。他说暂停思考呢是用在。当你自己处于弱势的时候，然后别人讲，就是别人情绪很激动，然后滔滔不绝，然后叭叭叭叭叭，然后一直想要打压你，这时候呢，可以不小心的把东西用掉，啊啪这样，然后就啊对不起，我先收拾一下这样，刚刚还好吗？这样子，然后他就会想说，吓到，然后情绪就被打断，然后心情就比较平稳，这样，我觉得很酷哎，我觉得很酷哎。这真的很酷哎，这是对技术性的犯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酷的事情，因为有时候你会不知道怎么转换的情境。我刚刚是比较夸张的啦，转换那个情境，反正做一样的效果，可能情绪更高昂。好，拜拜，龙骑士拜拜，工作加油。妹妹辛苦了。没有，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很酷，因为你有时候可能真的不知道怎么转换情，那时候当下的那个情，就是他的情绪跟你的局势什么的，你就想说好吧，那彼此都需要冷静一下，然后就把东西弄倒，不是故意的，人家看起来很不小心这样子。不行不行，暂停思考放空，不行不行，你知道有时候就是谈话什么的，就是要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斗志也斗勇的那种感觉。哦好啊，人好，骑车注意安全。就把手机弄掉就不好意思这样子，或者是你想要上个厕所然后出去，如果帮你倒个水啊，出去。只是我这个可以试试看，但我没有说就是你真的每个人都适用，但是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很酷的一个方式，对，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过可以这样，很酷哎，很酷很酷。打喷嚏，感觉有点脏。哈欠还要超大声哦，还要超大声，他才会被吓到，不然他不会被吓到，对不对？你太优秀，你好，这样子好像还好，说不定人家还没发现你打喷嚏。不好意思，你继续。但感觉超级没礼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绝对会生气。持续十分钟什么鬼？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很酷哎，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这样不会让人生气吗？他充好电了没有？听听看他们充好电了。那你练一下打喷嚏，就是打一些很好笑的声音这样子，就这样，很可爱。
忘记我们谁打喷嚏是皮卡丘的声音，忘记了，就很可爱那种打喷嚏声啊。Mina， 对对对 ，Mina， 这样子，我觉得就是蛮能打断人家情绪的。还是就是是哈杰尼龟，小火龙，太好笑了，这样。很努力练习怎么打喷嚏打得很好笑，太烂了吧！天哪，这算技能吗？无用技能之一。烂透。有萌属性。皮卡丘应该被揍吧？哎、欸，真假？如果人家在跟你吵架，你突然皮卡丘，我真的觉得人家的心情都会被你打断。我觉得被打断，然后觉得很莫名其妙。如果是我，你会这样觉得？好好笑哦。啊，然后我还有看一个，就是人家讲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假如你去谈判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呢，他如果他是有实力的人的话，他会直接。就是假如你提个东西，假如好，你跟老板好了，你就跟他说我要加薪。如果你是你老板，他有实力的话，他会直接跟你说不行，请你回去工作。他不会给你任何理由。但如果他这个人他是没有实力，然后又想要，就是在这有点可能也在说谎的人的话，他会告诉你不行，然后告诉你原因，然后会解释的很合理。然后又如果又带一点情绪的话，代表他可能在骗你，可能在骗你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好酷哦，真的看得出来吗？好想试试看哦，真的。就是我昨天在网络上看到人家分享的，我是把它写下来就，就好酷哦，我要再看看有没有人在骗我，太无聊的人你知道吗？有没有在骗我？男生学皮卡丘应该是肋骨被打断，怎么可能？有没有遇过打喷嚏很大声的人？有啊，我爸，有时候被吓到这样。因为我爸从以前鼻子就过敏了，我的鼻子过敏是他遗传的，但是我没有那么严重。好，决定明天就去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生命重要，可贵。老板，请您说不能加薪的理由，写份报告放我桌上。下班前交，傻眼。你说下班前交吗？看来这对你很重要。还这样子问人家，那你觉得怎么做比较好呢？共患难，是要共患难没错，老板。但是。我就靠你了呀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你，我们家一家老小开始传那个情绪勒索，这样我觉得情绪勒索蛮好用的。说情绪勒索很好用，我怎么可以讲出这种话？没有，我说就是关于一些关于一些就是可能我觉得女生比较好用，女生在柔弱这个部分比较容易给予回应。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，但我真的觉得就是很不好意思，这个方面女生用蛮好用的，对。有些东西就是像打喷嚏，女生用可爱，男生用就可能会被有人说肋骨会断掉这样子，就是男女的差别了。但我不是说吃这个部分。这个部分是，我在情绪勒索，我不是说就是在于你可以一直用在要求别人的部分，而是当这个东西，假如你在谈加薪好了，然后你真的已经过得很辛苦了，你就可以换一个方式说，就是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，好 ，maybe 十年，然后一直在这个位置上，但其实我家最近出了一点状况，那老板，我相信你也是就是很辛苦的在撑起。承起这个公司，那我还是会
但我也想要留下来帮忙，但所以我还是想说，就是如果可以的话，有一点点上涨的幅度，或者是你要我做一些什么样的外物也 OK 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挺过这个，就是共同就是类似什么共体，这是怎么样的？是刻苦的时段这样子，对，要不然我就跟你等十年了，就这样可怜这样子。但我真的觉得，你真的要假如你真的要谈加薪或是干嘛的话，你怎么可能就一进去是老板我要加薪？为什么？钱不够用？不可能这样子吧，对不对？这样很笨哎。你一定要想说，你为什么你觉得你可以加薪，或者是你为什么可以得到东西比别人多？你要有个目标，然后你还要再打一个最可以接受失败的状况。对啊，就是你这个东西谈话失败的话，你会损失什么，或者是你什么都不变，然后得到一个老板的白眼，这是我觉得很酷的事情。你出发的时候，你要先想好你这个任务的，就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。谢谢周送的香槟，谢谢，感恩。好哦，工作加油，拜拜，萌萌加油，拜拜。谢谢张云中的钟情玫瑰 ，Hello， 这歌好像不是写，这是写人眼吗？对，就是要做最大、最坏的打算，的确是这样，是。Hello， 塔平达，谢谢送闪光星星。不相信我就撒娇，好恐怖！谢谢呆妈送的水果鸡尾酒。我觉得这东西可以放在什么买卖啊？就是例如说买房子，未来可能大家可能 maybe 想要。我增加个人的资产的时候，因为我妈好像就是，因为我妈那时候跟我聊天，就是聊之前啊，就是说她买房子的时候是怎么样，就跟人家说这样，然后她就有一些就是，好像差不多的技巧，说啊，原来商人都是要这样的，好学一下。谢谢呆爸送的水果鸡尾酒，谢谢呱呱送的闪光星星。而且我觉得给选择题好像很赞耶，就是你要帮他想好很多方案，然后你不要问他说，就是不要让他回答是好跟不好，或是行跟不行，不要只有圈跟叉，而是哦，我们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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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会有这样这样这样的结果。就例如你去去什么豆浆店，他说不好意思，你要加一颗蛋还是两颗蛋？他没有问你要不要，就是你要蛋吗？就那种，因为有些人可能不要，就会直接回不要。你就会错过这笔订单，但是你要一颗蛋还是两颗蛋？有时候人下意识只会选一颗跟两颗这样子，肚子没那么饿，一颗就好了这样。那其实你不需要那个蛋。哦，那个咸豆浆啊，还是什么的，忘记了。我之前看到人家举这个例子，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东西，太酷了这个。我人生已经不知道被多少话术圈过，这样真是可圈可点啊！偏要给他选择的机会，这也是跟异性聊天的秘诀。我没有喝过咸豆浆啦，我喜欢普通一点的豆浆。我小时候蛮喜欢米浆的，但长大之后发现米浆好像很胖，我就不敢了。大冰头加蛋，那个蛋会是冰的吗？我喜欢微糖的豆浆，就是不要完全都水水，然后又有点那个太豆浆吗？
我不知道哎，因为豆浆其实不加一点糖的话，有时候并不是很能接受我自己。哎、欸，米浆真的很赞，但米浆真的是会长痘痘哎、欸，因为它是那个是花生吗？还是什么做的？你喜欢结块的豆浆？为什么？结块的豆浆不是？嗯，哎、欸，结块豆浆，豆花吗？不是不是，还是你说那个豆浆的那个膜？哦，豆花好的，我有时候是我理解错嘛，因为有时候去，那种传统或者是干嘛的那种早餐店，他弄那个豆浆，他是那个自己咬的吧，那种自己热自己咬，都会一层那个膜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膜，我蛮不喜欢喝到那个，但好像听说那是很营养吗？是不是？它好像有点营养，混浆豆浆加米浆，哎，我没喝过耶，混浆好酷哦，混浆。换个方式哦，这个天气吃豆花其实真的蛮舒服的耶。山药薏仁浆啊，我不太喜欢山药，对，就是它，我喜欢，应该说我喜欢，它是食物的状况，然后我不喜欢它放在水水的东西里面，像汤类的或者是饮料类，我就不太喜欢在那时候看到它，对，太稠了这样。豆浆冻好酷、哦，豆浆冻第一次看到，谢谢分享直播。都买一桶豆花放在家里水是吧？哦，好酷、哦。那你会倒那个黑糖水吗？是不会。决定完全出来买豆花了，赞赞。大家都这样，然后突然说很想要就是吃豆花这样，都是因为我吗？对不起。我很喜欢花生豆花，我很喜欢花生豆花，很赞。跟着你吃，哎、欸，我不一定会吃啊，但是我喜欢。对，我喜欢。都有豆浆冻跟豆花吧，奇葩香哦。柠檬豆花，柠檬。大家的，我觉得现在的饮料或者是一些这种甜汤都越来越创新了，怎么办？我开始觉得我自己是守旧派，我是不是守旧派啊？我越来越不能，就是不是说不能接受，而是就觉得哦，好像降低了我对他的就是哎，就是想要拥有他或想要吃他的那个冲动。哦、吃腻了是吗？我觉得还好哎，我蛮喜欢的嘛。粉圆也不错，但是我还是偏向就是只有花生。柠檬爱玉，柠檬爱玉豆花要加粉圆，太酷了！好多东西，好饱啊！天哪。你不觉得现在喝那甜汤，就是觉得我只是在吃一个正餐，因为它的料都超级多，太多了，很丰盛，真的很丰盛，很饱，而且其实也蛮贵的，我觉得。豆花，花生也是要嚼吧？不都软软的吗？哦，我很喜欢吃花生豆花。的原因好像是那个爱滋味，就是从小就有吃那个，就觉得这个口味很赞的，是甜甜的。谢谢我爱送的闪光星星，这件事我意外觉得不错，哦，就跟我喝那个西西里咖啡一样，就突然一喝就爱上，原来这两个这么搭，那种感觉。酸甜不会太腻，酸味呀酸味。花生，牛奶花生加豆花，爱滋味，真是小时候的回忆。蛋
八宝粥我就没有那么有兴趣。薪水小偷快要不能再偷了。上班上一班放松一下也不错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必买的储备啊，真假的必买的。我还好，我没有特别什么必买的东西。我只有一些不能买的，就是我买的一定会让它瞬间消失的那种，像小泡芙。我真的发现我蛮喜欢吃小泡芙，而且我没办法控制我自己，就是它会就是消失，就瞬间消失这样，一个不注意就是可能滑手机滑一滑这样，然后下一秒发现空了，然后就觉得我刚刚做了什么事情？我不是告诉自己只能吃一半吗？这样，对啊，一枚那种小泡芙，就小小一口一口那种。我就会直接消失啊！我没办法，我真的没办法克制哎，真的，它是我一直失败的点心哦。所以我告诉自己就是不能吃，就是因为我知道它的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了。这样，只有在像过年的时候，或者是我回桃园的时候，然后我妈有买的话，我才有机会吃。那我自己的话是不碰，绝对不碰。我喜欢用什么口味吗？牛奶喜欢，一盒蛮少的，但少其实也不到很少啦，还行吧。但有点，就是如果一次吃完的话，有点太多了，真的无法拒绝。一包85块啊，小泡芙一包85块，85块，你说是盒子装还是袋子装？你说的80块台币吗？是不是有点贵了？吃完一包就去开一包，一美工厂，里面很多口味。没什么螃蟹的我，昨天游到两只高脚蟹，见鬼！螃蟹的哦，螃蟹季节过了吗？现在不是？我不知道。可是我上次抓的是龙虾，为什么？最近抓的都是龙虾。哦，还没有。过年有甜筒，铁桶装的一枚泡芙。吓死！我记得阿当不是台湾，是香港还是新加坡？哦，忘记了，是海外对不对？为什么大家都买得到铁桶的泡芙？我妈都是去那种卖场，然后买一大箱的那种，然后拜拜的时候就一盒盒拿出来拜。哇，4月刚出现，因为我原来。在你的心海之外，说啥鬼？自嘲哎，大家都喜欢自嘲。小时候回忆，我最小时候回忆铁桶的话，都是那种乖乖啊，然后或者是那种就是 Hello Kitty 的那种。然后里面都会有软糖，当你生日的时候，你就要买2桶，然后去学校。
然后就说，你们都给一人拿一个，然后就逼他们跟我说生日快乐这样，对吧？你们大家有这个童年回忆吗？有吗？对吧？谈判技巧，这叫做那个条件交换。你要拿，你就是得跟我讲生日快乐啊，对不对？怀念起来，都是你们突然提到哪可恶。哦，也不是有分大包跟小包嘛，有些是小小的那个一颗一颗软糖嘛，有些是那个类似巧克力饼干那种，有点像小熊饼干那种东西。七八岁生日的同学表示，哦，对，我说的回忆的时候，那真是补习班。学校的话，我都是跟人家说生日快乐的那一个，但对我来说不亏，因为我用几秒钟换到了饼干，赚。啊，榴莲小泡芙，榴莲小泡芙，榴莲吗？太酷了吧！榴莲，榴莲忘返的榴莲，好赞哦！是求救讯号吗？哦，我之前看 MV， 我觉得很好看。很酷啊！铁桶可以拿来做什么呢？我不知道小时候拿来装什么，可能是玩具吧。小时候都会那种小小小公仔的那种，很多哈姆太郎的小公仔。对对对对，进去。最近很常边听歌边散步，就提早几个，就是回家的时候吧，提早一点下车，然后散步。晚上啦，晚上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再做这样的事情，就是如果很热的话就不要出去晒太阳，怕中暑。或者改东西。我今天造型好看，原来大家喜欢我这个剪坏的刘海，赞赞哦！让什么路人感受你高冷的气场，不用吧？怎么不坐椅子哦？我比较喜欢坐地板。不是啊，因为我的桌子跟椅子是一样高啊，然后我就喜欢靠着桌子做事，什么比较方便？这是一个习惯啦，不用理我的习惯。我比较奇怪，剪坏特别好看，傻眼，傻眼。居然坏掉，正常的我不好吗？
坐地板屁股会变大，应该说一直坐着屁股才会变大吧。我屁股应该没有很大了，应该没有吧？还思考一下，没有吧？鸡皮疙瘩的那种，我每次听他们的歌，然后我都会觉得很，就是那鸡皮疙瘩，就是怎么，我不是说很不舒服啊，我是觉得他们厉害到让我觉得哦，我没办法控制我的情绪，我的身体的情绪，哦，对啊，这个魔终于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反正魔还好吧。虽然不是我，但也没关系，那就蹲着。换一下。我真的觉得这首歌蛮好听的，叫《复写》。我昨天PO 在我的限动，真的，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，就是你会你想说的，你有时候就不能说；你想要的，就是没办法，就是也得不到。就是我觉得人生就是有时候会经历这样的事情。我真想要去听现场哦，没想到刚好同一个时间，好可惜哦。等下次有机会的话，就一定得，我一定会去。想说的不能有。唱错了。我真的发现我有一个问题耶，我在玩什么？我在玩动森，我在选那个改造颜色的那个的那个。要改什么颜色比较好？而且我是选择困难的人，但是我只有一张桌子。哦，我说我发现的问题是，我不太喜欢听那种恋爱系歌曲。我发现我不喜欢听恋爱系歌曲，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写什么情歌，他们不太写情歌。我觉得有时候会吸引我的东西就是歌曲，有觉得我很喜欢的话，绝大部分是因为它的词让我觉得哦，听了很有感触或者是什么的。完美的那个爱情感觉不是太算是恋爱系的歌曲啊。歌词共鸣是我很喜欢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去听他的歌，去感受他想表达的东西，或者是你说不定还可以听到他人生的故事之类的，然后发现啊，原来就是我这段经历，可能虽然很辛苦，但其实他也是过来人的那种感觉，就觉得哦，找到一个依靠。哦，我真的，我最近一直疯狂听雨浪之前，我觉得听起来真的好赞，好赞。我喜欢听悲伤情歌的时候，哦，悲伤情歌。一般的情歌不是很多吗？就是很多，我就是比较少听情歌，就是因为我知道现在情歌很多嘛，然后比较有名的歌曲也通常都会是。
你要说，你就说现在主流吗？之前的前阵子，我觉得现在乐团也慢慢往上升，然后主流的那种歌，之前也都是以像是可能恋爱系的那种概念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会只有他，就是只有这样的歌曲在排行榜上。哦，没有，我在玩那个动森。听得很熟，唱得很熟练。其实我也是前天还是前几天的时候才听到的。我之前有听过了，但那时候可能觉得是顺顺的过。然后，但是最近是因为我的歌单可能就是有推荐我，然后越听就觉得越好听，好震撼的这样。对，有点太一直捋皮这样，所以变得很熟。遥感声音特别敏感。他们社团的可爱妹子演唱，立刻就爱上，真假的？哦，这个是 Switch 的手，那个的手把。看不见你，就看不见自己。月亮之间承载着秘密，银色的光拉着我跳舞。你又是云爵吗？默默又洗脑了我。尤阿瑟比就是云爵这样。妹子的确也是漂亮，就对了。你是因为看人家长相吗？你感觉像是一个色北北哦，这样不行哦，牡丹牡丹，不要把人家吓到妹妹。我觉得听音乐真的是一个很释放压力的一个管道，对我来说，我只是觉得压力释放就听音乐跟画画这两个。但是其实食指是放在握把，不是放在扳机。哦，对啊，我不喜欢这样握，这样手好难，好麻烦。我的手就其实不大啊。我觉得这样握真是好惊哦，我也没有说动身也不会一直按到 VR 跟 VL 吧，有时候还找不到这两条，你知道吗？找不到。听到云爵都会想要，不是的，而且那是云爵，没有阿四明天生日这样子，阿四明天生日，但他喜欢的是红色，不是喜欢绿色这样，他跟真实的云爵还是有点差异。哦，我喜欢这首歌，这首歌好赞哦，啊，怎么这么棒啊这首歌？这首真的是一级棒哎。真的很喜欢，还用跳舞电玩啊？这个还可以用跳舞电玩吗？那不是甜不辣的，但是我就不喜欢他在那个位置嘛。哦，谢谢冠伟送的甜蜜爱心。我家真的超热，像昨天晚上蛮凉的吧，然后我家温度写30，然后外面打开就是我看那个外面温度才24，想说到底是什么问题，所以我直接开窗开一点缝，然后把门开一点打开，然后把外面的那个走廊的窗户打开一点，对流吧对流。
接近两手比赞的姿势，这种也要放在考题上吗？这好细微啊，天哪！要不开冷气，就是我们家洗晒，只要太阳升起，我大概就可能会被热死。光害对我来说，影响不大，太热影响很大。就那个热气，就还是闷闷的啦，没有散掉，但没关系啦，就这样，早该习惯。开会了，好哦，下周见，拜拜，下周见，开会加油，也要睡着。差不多也开到下班时间了，所以我现在在偷懒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应该早就可以关了，所以我想说听音乐，然后小聊一下，然后偷偷玩游戏，轻松度过。8点起床就被热醒了，也不算是吧，是一个习惯，然后加上夏天刚好热。感觉出来我在偷懒。对着镜头做事有有办法放松吗？就我其实也没有做什么，就是这样子。只是长得比较好看的在家的状况。因为台谣是，不是，我早上会用平板看新闻，然后用电视玩动森。好，因为太大声了，我怕邻居投诉我。我还是有在看新闻，好不好？现在还没看而已啦。今天的案例这么多吗？今天呢？今天你加恐怖呢？我要逼我姐快筛，每天都给我快筛，接触这么多人，危险。这么多，真假的？好担心。好可怕哦，最近的。真的传很快耶，超多耶，新北市很多耶。我昨天他打电话给阿嬷，就说现在很危险哦，你不要乱出门哦，不要给我去买菜哦，不要去市场哦，这样超凶。阿妈说不要紧啦，没去咩，现在没有去哦。然后这样，然后说什么老人家没关系，老人说就是老人家才有关系呀、啊。如果你生病，你整个村都灭了呢，你整村都老人家，你阿妈你不要乱出门哦。你跟阿妈说你不要乱出门。我觉得现在就是，如果家里有长辈什么，就提醒他们不要，就是减少出门，因为我觉得长辈影响的比较大。然后年轻人的话，就是做好基本的防护，疫苗还是得打的，生活还是得继续啊。然后我觉得可以怕这个这件事情，但不要让它变成就是有点过度恐慌。我觉得让人害怕会激起
他的就是每个人的谨慎，就是那个心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些人就太放松，就想说啊，没关系啊。但如果你是一个很，因为你会害怕，所以你会做好很多万全准备，那我就觉得好像就比较能够放心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啊，按到了，有那个心态了，就比较能够想说啊，大家都会互相帮忙这样，不要跟我阿妈一样，没啦没啦没啦，啥咪没，就是丢啊。要警惕，我昨天才就是因为我去年有保那个防疫保险，然后昨天才跟那个我的保险人员说我要继续续，国城，我是一年一年的保，对，就是有关于防疫，然后也有疫苗的，这两个是分开的，因为它有出一个新的是加在一起，但我觉得好像有点美合，美合这样，就是不划算吗？不是不划算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几率是因为疫苗，它其实我们家现在都打的差不多了，然后。我们家现在的那个是比较是，假如被框裂或者是干嘛的话，都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钱，就是那个价那个钱的那个厚度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姐很容易被框裂，因为在台北没办法，我们就会出入一些人很多的地方，就会影响到工作什么的，那保险就会。我的机械终身合同可以绑定吗？你要的不是我的吧你？马油说：“今天700多个，我说对啊，可怕。戴口罩，戴口罩啊！还有什么歌可以听？那我晚点还是得出门的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一定得出门。”像是在爬坡，我们一起努力发生过。为什么平淡我？这首歌很可爱。拜拜，上课加油，下周见。
实我很担心的，因为我们的活动其实都算是非常，就是人很多，然后又就是蛮密集的。我很怕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规定，影响到可能后面的像合照会握手，我比较担心这个东西。其他的我是还好，我只要怕这个东西受影响，难过。谢谢蓝色爱心送的幸运四叶草。突然想到之前戴口罩在外面握手，你们好热，我们也好热，那你们又晒伤什么的，担心。对啊，我就担心这个。大家都要注意身体健康啊！好，这首歌就是有这样的环节，我觉得很可爱。打喷嚏，切！那不是我打喷嚏哦，是歌曲。寒冻什么意思？那是什么？这样不是录音 NG 吗？不是啊，这是因为现在的歌曲的怎么创作的形式，或者是他想要增加的环节，他现在我觉得现在的人比较就是创意的点很多，创意的地方很多，所以不一定就是一定像大家想的，可能副歌都是要长一样啊。或者副歌的那些旋律唱法啊，巴拉巴拉，或是他中间想要加一些口白，像《七情病毒》那种口白，或者是像刚刚的一些打分镜，或者是一些可能 maybe 有些对话的部分，他会创造这首歌一个不同的，是给人家不同的印象以及它的价值。小隧道，这么酷。这东西叫寒冻。来放最后一首歌好了。最后一首歌。你怎么会问我？我不知道。你问他本人吧。高架桥下，天桥上的魔术师变成天桥下的魔术师。哦，这也是我最近很喜欢听的歌，叫《不雕花》，跟你们分享。可以多一点，咦，这么酷！不是我看的时候，就是像坑道，然后通风，你说防空洞，我跟小马是防空洞吗？他的那个，他刚刚讲，只是他刚刚唱法，感觉很像在念英文。他说。盛开却腾空，那个时候，我觉得他的那个咬字跟唱腔听起来超像英文歌。瞬间突然变得有点喜欢这首歌。
前只是想说他在到底在唱什么，然后看一下他歌词，然后听听，发现蛮喜欢听的。突然，只要放空，现在就可以放空啦。这应该也蛮算是情歌的，但是比较高亢的情歌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买这个蓬蓬裙给阿四穿？他里面那件还不脱，他直接套上去，什么意思？还是他其实是他的皮肤，所以他一直都没有穿衣服吗？有点惊悚，太可怕了，可爱。我一直买一些很奇怪的衣服棍，或者是头饰送动森的岛民。我想看他放在他们头上会变怎么样，因为看头型有时候那个东西大小会改变，所以我觉得很酷。好，我来讲今天的排名了。我今天也开蛮久的耶，原本没想说要开这么久，真的。这是马路旁的房子声音。第十名是柏辰，谢谢。第九名是钟颖，谢谢。第八名是周，谢谢。第七名是冠维，谢谢。第六名是张拔辣，谢谢。第五名是玉安，谢谢。第四名是幻影战士，谢谢。第二名是雪带吧，谢谢。第一名是宫大，谢谢。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，陪我直播。我突然觉得很想逼你们听完这首歌，你们给我听完哦！我喜欢这首歌。哦，歌曲放完我就直接关掉，我要直接关掉。我不想要你们的情绪被打断。感受他的歌声跟他想传达的东西。我是那一群吗？卡哇伊啊，卡哇伊，先不要。
以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前听首歌，好听。这的双唇有没有真的播放跳着舞先出来不行。觉得我是此生。